切从没变过，只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郡主长大了，终于被拖进了惨烈的棋局。上阳郡主急急开礼。我的小阿武终于长大了。王将军，郡主吉吉便该许嫁了。太子殿下和三皇子殿下皆对郡主有意，就不知上意如何。李成，贺上阳郡主吉吉。陛下，女子吉吉便当婚嫁。自大称开国以来，皇室与琅琊王室世代联姻，血脉相融。上阳郡主既为琅琊王室之女，理当遵守家国传统，与皇室子弟许婚。今日是上阳郡主吉吉大礼，陛下何不喜上加喜，就此为上阳郡主定下婚约？陛下，自大成开国至今，琅琊王室已出12位皇后，郡主当成家族荣耀，嫁与太子殿下。陛下，三皇子殿下性情温淑，才德兼备，又与上阳郡主情投意合，陛下何不成全了这对璧人呢？琅琊王室女是要当大成皇后的，这可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。陛下，皇帝陛下，人之情爱，至真至纯，婚嫁之事，当随己愿。红妆霓裳，非我所爱；荣华富贵，非我所求。王轩之愿，唯嫁相爱之人。皇帝陛下，今日大殿之上，王轩要陛下。边关急报，呼兰王亲率10万兵马，犯我西北边境，宁朔告急。军情紧急，国事当先，小女婚事，容后再议。爹爹。